蔡兴娟、蔡小虎来到星期天报报，王路上升。到底什么叫做微笑脸谱呢？八卦周刊激情火拼造型，多年的恋情大曝光。Sunday Pop 请来陈雷助唱，可惜歌路不合，害得陈雷想回家做红狗。方唐这一家请来黄韵玲，四手连弹魔音传脑，搞得一家人神经异常，鸡飞狗跳。到底什么代志嘞？星期天特刊苏国宏终于害羞了，帮美女抹防晒油，抹到手软。节目精彩，请锁定华视频道星期天报报。节目主持人方方方曹启泰，星期天爸爸。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开场听到一首歌，我觉得这歌蛮有意思，歌名叫做我的志愿，我的志愿。我想今天这样子，我们也来讨论一下大家的志愿，对不对？好啊，我觉得今天谈我的志愿不能光谈。平常一般综艺节目都是用唱 的,、用唱的好不好，我们用唱的好不好？蔡小虎先来好不好？用唱的好不好？我的志愿，蔡小虎的志愿，来。很小的时候，爸爸曾经问我，你长大后要做什么？我一手拿着榔头，一手拿着扳手，我长大后要做黑手。哎，停！什么？一手拿着榔头，一手拿着。扳手哦，扳手啊，做黑手，做凹丘，做凹丘，修车子，不是，也不见得是修车啊，就是人家那个机械啊，技术人员，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很困难，为什么？因为隔壁有一家那个修车行的老板，他女儿很漂亮，希望能够继承他的事业啊，成为他的成龙快婿，他的志愿做凹丘，那你嘞，老师。小的时候，爸爸曾经问我，你长大后要做什么？我右手拿着棒球，投出一个好球，我长大要 play ball。 等一下，哎呦，坏学生，这个英文有点谐音。对啊，对啊，所以我就是字一定要打清楚 ，play ball，play ball。哦，你长大要玩球，打棒球，为什么？因为就是帅，很帅啊，而且真的，如果说在学校校队的话。当棒球选手真的可以交很多女朋友，对对对对对，对啊，每天都好多女孩子啊，加油！如果跳成这个样子，我肯定不要了。现在不是这样横着跳了，是的，看人家打棒球这样直直上上下，没有波浪舞，左位。所以我那时候就不喜欢守那，就是守那个什么二垒手，我喜欢当捕手。看得清楚啊，观众都在那边啊，对不对？捕手哪有歪着看？没有捕手这样，多难看啊！哎，对不起。不好意思，我警觉性很高。哪里？可是还是防不胜防。哦，那就福利你一个人。感谢您。来，旁边这位，潘美珍，好，换我。你的我的志愿也要用唱的。我用唱的，用唱的来。很小的时候，爸爸曾经问我，你长大后要做。
对。你从小也想当歌手，真的有想过没有？其实没有，我是到了大概读国中高中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会唱歌啊。哦，真的、啊？真的，我真的，我以前不知道我会唱歌。这种天赋有可能在后天。当然，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前会唱歌。我常常都是在看着电视机啊，在对嘴。那种小孩子超过35岁，有没有可能这个天赋才发现？有没有？有可能，一定有可能。可是你知道，平常像我不说你以前，我不是说你啊，我说他啊，像因为这高中以后才发现嘛，对，所以高中之前的喉咙等于都是没有乱用过，我没有，所以那个声音可以保持得这么好。那像有些人话很多啊，那就常常讲话，所以歌不可能好。我说我。我的表情悲喜莫名，不知道该怎么演。谢谢你啊。好，来来来，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哎，好好的，好好的，好好的，我也要唱，我也要唱，要念的吧？没有吧？用念的、哦，随便啊，你要我 rap 也可以啊。哦、oh, ，rap， 哎、oh, oh, hey, ，OK， 我后悔了。你随便，等等等等等 ，OK， 你爱干嘛干嘛。没有没有没有，我要借用芳芳姐。哦，真的、啊？我这个这还可以借用的啊。为什么这个都已经结了婚了，你还借？什么时候还呢？唱嘛，来了，来了，停，刚停。时候，爸爸曾经问我，你长大后要做什么？我左手握着枪牛，右手打韩多鲁，我长大后要做大折磨。哎，唱错了，我要做赛车手的，赛车手。赛车手也没有搂着俏妞啊。有啊，赛车手赛完之后就要搂着俏妞开车回家，然后一起喝香槟，享受那个刚拿回家的那个奖杯。可是我告诉你，他演奖杯比较像。哎、欸，俏妞，我哪一点不像？不是啊，他那个齐大哥，他刚刚很奇怪哎，你看这样子像不像？他拿着香槟，然后是在抱着那个奖杯，他不是抱着美女、啊。没有，他说他左手他在想分享，对啊，分享那个，他说享受的是奖杯。我觉得他奇怪了，我们两个女孩子都未婚，为什么就偏偏选一个结婚？对呀、啊，我又觉得好好奇怪。不是他恋母啊，没有不好意思。好好，如果你想看好好，如果搂着阿关，对不对？没有搂习惯芳芳姐，所以。不会有什么搂习惯，谁跟你搂习惯了？讲话讲清楚一点。很高兴，很高兴你替我当挡箭牌，好，谢谢。这样我们的事情才不会传出去。来，阿关，你的心愿要用唱的。好，你要不要志愿？我的志愿，要不要搂着我一下？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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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可以。我们两个朋友这么多年啊。蔡幸娟。很小的时候，爸爸曾经问我，你长大后要做什么？一手拿着运动，一手握着枕头，缝缝补补无忧愁。你什么？最后你缝缝补补啊？无忧愁。对啊，你要做缝缝补补。嗯，你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啊，那个，比如说妈妈买那个洋娃娃给我们的时候，常常不喜欢让她穿原来那一套，就喜欢把它拔下来，然后帮她做衣服啊。长大以后，其实我也圆了我的心愿、哦，我就去念服装了。哦，长大后就做自己穿的衣服，服装设计师。嗯，小时候是做那个小娃娃的那衣服。现在常常缝歌迷给他的那个手绢啊什么的。啊，你我现在不用缝给歌迷了，现在有这个心上人呢、啊。哦，这跟歌迷有关系。那聊一聊吧，啊、就聊一聊那个部分好了。啊，先来一部。最近的志愿是什么呢？最近的志愿、啊，赶快当冯自己的家乡，唱片赶快卖好一点的、啊。对呀、啊，什么时候请我们大家喝喜酒？对呀、啊，没有了，没有了。哎，也希望结婚的那一天，哎，是不是在这里把好消息也跟大家特别的说一下？我怎么跟你？原则上是比较喜欢中式的婚礼还是西式？喜饼预备订哪一家呢？我建议干嘛？你做起生意就差不多了。啊，那我没要先上你们杂志的封面。不是，我们是顾问啊。哦，对呀、啊，婚礼的顾问。我之前就听他说结婚，他以前本来还以为他只有卖珠宝钻戒，后来发现竟然什么都包了，什么都包。什么、啊？最近才听说，人中破塞买的走。不要，那样。中破塞就是喜宴的大厨嘛，大厨中破了，板豆的，我以为板豆塔你也有在销售啊，什么灵骨塔都跑出来。不过讲真的啦，因为我觉得喜讯是要跟大家分享，没有是哪一天啊？不知道，没有关系嘛，没有，他是预定今年年底，你不说林先生也会说的，哦，是林啊，你认识啊？是哪一姓？姓什么？陈先生哦，对了对了，方先生、张先生，不知道、哦、有这么多位竞争的、啊，哎呀，二月二号啊，二月二号，对啊，
决定了，佳琪的2月2号，真的吗？啊，哎呦，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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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号，恭喜恭喜，掌声鼓励，恭喜恭喜恭喜，真的太令人高兴。不过我们知道这种事情讲久了，感觉就很踏实。就会变成真的，尤其是恋爱中的女人是最美的，真的。你看那种眼睛里散发出来属于妈妈的味道，虽然我们在跟她开开玩笑，可是她那种感觉就好甜蜜，无限娇羞。对啊，你看两个人一比较，你看差那么多，重现历史。来听听看，换我的阿亮，阿亮，阿亮，歌声也要一起欣赏才行。你也要用唱的？我当然用唱的。有没有？你也唱啊？我出过合集。打波，我先走了。哎。很小的时候，爸爸曾经问我，你长大后要做什么？我一手拿着符咒，我一边练着神功，我长大后要做乩童。哎呦，拜歉拜歉，什么啦？做乩童，长大要做乩童，乩童很厉害，你没有看？我小时候因为比较调皮，会被打呢，经常被打。那个我们有一次看那个庙会那个乩童在游街，拿着那个各种武器，啪啪啪啪。每天啊，弄每天啊！哎呀，如果你看小时候想说，如果变成乩童的话，那妈妈怎么打不用怕，来打，我就是那么皮，来打。小时候的志愿就是这样子。现在呢？现在的志愿是什么？现在的志愿呢？现在是比较想当一个这个现在还真的没有想过志愿呢。哎，对啊，人一长大，反正不会想志愿的，比较糟糕一点。就是在过生活、过日子，对不对？脚踏实地，有时候应该有点梦想比较好。哎，想想看，等一下可以把志愿跟大家报告一下。好好想一想。我们来听听看全国最美丽的女主持人。哎呦，不敢当。哎，张小燕小姐一直是我最敬仰的一位主持前辈。啊？什么？转。当然，小燕姐是我敬仰的主持人。那同时，我又拥有全国最美丽的女主持的搭档。真是太会讲话了，这感觉真的是很好。像你讲，我的志愿马上就要变了。对，邝明杰跟天心跟我合作也有一段时间，但是我还是要骄傲的说，能够呢，这个已经嫁为人妻，但是拥有那种无可抵挡的魅力跟风华，在主持的技巧上，的方方方小姐，不敢当，不敢。美丽的搭档，谢谢谢谢。听听看你的志愿，你小时候，我的志愿啊，要用唱的吗？好担心、啊。唱。什么东西？用唱的。唱。我现在发现，老师拜托，就唱了唱。还小的时候，爸爸曾经问我，长大后要做什么？我一手拿着相片，一手拿着存折，我长大后要做太太。什么东西？拿着什么？一手拿着相片，一手拿着存折，我要做太太。这什么意思啊？相片谁的相片？相片跟存折。王永庆的相片。我说我要做他的太太。啊？不，你是说要做个有钱人的太太？那一手拿着存折就是。希望他钱汇到我的这个户头里来。从小的志愿是做有钱人的太太。对。干嘛？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志愿到现在都好像蛮难达成。Daniel 没有啦，跟王永庆比啊、oh. 那现在放眼望去，哎呀，就是我们的董事长，哎，可是他很早就结婚啦、啊、哎呀，可是这也没有关系，哎，不是，我意思是这个心愿还是可以追求的，对不对？哎、uh-huh. 有一天小时候的梦想嘛，太好了，今天听到大家都唱歌，感觉那你呢？对呀、啊、你啊，你的志愿呢？你又讲得好了，你不用唱了，你这是侮辱我。老师音乐又唱的啦。当我小的时候，爸爸曾经问我，长大后要做什么？我一手拿着玻璃罐，一手拿着塑胶瓶，我长大后要做爸爸。玻璃罐，玻璃罐跟塑胶瓶，可以做爸爸。那做爸爸，做爸爸哪样那种东西啊？开玩笑，这是真正有过这样的经历的过来人才说得出这样的话。我一手拿着玻璃罐，玻璃罐，一手拿着塑胶瓶。你有经验？哎，哦，我们都听不懂哎，奇怪。那玻璃罐干嘛？我是真的做过啦。哎，我现在家里还有剩的半罐，在冰箱的这个保温箱里面。什么跟什么啦？我的小 baby， 我的小儿子是这个人工受精做出来的。啊？
啊，没有人知道，真的被我梦到，你都不晓得这个事情，不晓得，我说的是事实啊，不晓得，对呀、啊，我觉得這、哦、你小时候就知道要用试管才能生小孩、就是，这是后来的体会嘛，哎、哦，对不对？我也不会小时候就装好一瓶拿着到长大。不是，我们在讲小时候的志愿，你就唱这个，不是有点怪吗？我的意思说，我从小就觉得当爸爸是很快乐的事情，我看到我爸爸总是很威风啊，可以教小孩，然后看到家里兄弟姐妹很多，家庭就会和乐美满，人丁兴旺，那感觉很好。从小就立定志向，说我将来一定要有很多小孩，现在三个，我还可以再接再厉。恭喜恭喜！我每次都一个人在电视上许这种愿望，回去被乱棒打得全身淤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志愿，不过我想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志愿一定要脚踏实地，而且要让它实现才是。虽然我们这个是长大的志愿跟小时候呢有一点出入，可是我想人常常保有这个赤子之心呢是非常好的，我们社会会更和谐。嗯，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希望每一个人都写下心中的志愿。今天我们就有一个志愿。坐在电视机前面，继续很努力的、很开心的欣赏我们的节目。对，请大家稍等，会继续欣赏我们精彩的星期天报道。我不知道你发现了。马路上为大家做这个特别的报道。那在这么好的这个星期天呢，我们要去哪里呢？我们现在就要去加州的海边。那加州海边海滩上面通常有什么呢？通常就是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然后我的任务呢，就是要去帮他们擦那个防晒油，看我能擦到几个人，有几个人愿意让我擦他的背，还要帮他按摩。那现在我前面呢有一部红色的敞篷车，有一位金发美女，我认为我们要追上去一下。随时可以跟制作单位联络，如果警察来抓的话，随时可以绕跑。再来呢，这个更重要，所谓的望远镜，要侦测一下这个到底哪里有这个美女。哦，目标一号已经发现了。二号好像也看到了，太大了。四号有男朋友牵着手了，那一定会被打。可以，有个男人在挥手，怎么办？原来有不同这个四号的有点危险。OK， 接下来装备有什么呢？除了我的望远镜，最终的这个使命呢，就是我的这个服务用的毛巾啊。然后呢，防晒油，这个牌子要遮掉，不然广告嫌疑。OK， 那我出发了。Have a minute speaking to you? Have a minute talking to you guys?
I'm the host of a brand new show in Asia, and it's kind of like a satellite show. And we like to be on our show. You see the camera right over there, and put the hidden camera. Because I thought they're not coming here. We're doing this show. It might sound a little perverted, but hope you guys understand. So I was wondering if I could, put suntan lotion on you, on your back. What's the show? Okay. But you have to be in bathing suit, that's the problem. You know? You got here late today, so it's come earlier. Alright,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hanks. Okay, we'll do our search. We'll slow down more. Thanks a lot, guys.很可惜，这个第三个女孩子问了，还是不成功，所以我们继续找吧。Put suntan lotion on your guys' back, like that. Why? Yeah. Be telling me why? They were asking me that too. I go, I don't know. Sorry, I'm lucky. Just the production, the show production, they're like giving me all this hard problem. I have to deal with hookers, I have to, you know, go find stars' house, all that kind of different stuff in LA, and on the beach was one of those.Yeah, okay, thanks for your time. Bye. Bye-bye. Happy New Year, Tom. Yeah, you will. Can you do me a big favor? Just put suntan lotion on your back. That's how it is. That's it. Will you please? See, my boyfriend's Asian. He's back here and he's doing that. Yeah. I didn't know if he'd like it. That's okay. Where is he right now? Tell him to come over, too. Oh, he went to the bathroom. Oh.Yeah. I don't know what to do. And then just like... So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my boyfriend... He won't like that now. Well... I don't know. He's like... 他说他男朋友也不会演，他男朋友会搞真的，好像。他男朋友就会不高兴就对了。OK. No. I don't know what to do. 他说他不晓得他男朋友会对我做出什么事情。我说我们等他男朋友回来，他说不好，他叫我赶快走。And then I'll put it on your arm like that. To look more like, you know, like that. A little bit. Exotic.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I have to bring on my costume. Make it like a service thing. Okay, bring my costume. Okay, okay.传出绯闻的演员有哪些？最新的是宋一鸣跟杨丽菁。哦，是你个人的言论，不干我们什么。妈妈说她买一件内裤只花了290块，后面还有一个猪。真的夸夸了两位。
收看八卦周刊。那两位特别来宾呢，真的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哎呦，两位年轻一辈的相当有才气的艺人。嗯，最近在这个很受欢迎的一出新戏里面呢，看到他们两个相当杰出的表现，精湛的演技。嗯，两位默契非常的好。听说还一起主持节目有吗？对对对，是一起曾经有合作过，真的、啊。所以都会互相八卦对方。那我们先请他们出来给我们八卦八卦，先见面一下才行。欢迎季晴、赵琴。好，杨姐好，阿亮好，哎，两位好，嗯，两位，大家好，大概多久以前就认识了？四年多了吧，好多年了，对，对啊，以前我们是同一个唱片公司的，真的、啊，这就不要提了，好吧？师兄妹，你有出过唱片吗？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只是公司在帮我安排经济方面的活动这样子。嗯，那你出过唱片吗？哈，那现在有没有再出唱片的打算呢？我有，你有啊？哎呀，好特别！最近啊，都在筹。好特别，因为你刚刚讲说你没有要出唱片，然后现在又有，那现在造型这阵子忙着这个主持跟拍戏比较多。嗯，那两位算是相当相当熟悉啊，先八卦一下对方的事，好吧？听说这个造型都不存钱的嘛，哈，好像你对他为什么不存钱很有这个。对啊，讲一下。相当了解。听说这个艺人工作是很辛苦的嘛，对不对？又不能睡觉，然后又不能有自己的生活，然后那钱就应该存下来。可是他呢，他都把这个钱哦，拍戏的钱就拿去买机票。然后主持的钱呢，就拿去买那个、不是，就拿去花那个电话费。哎，为什么呢？这么长舌啊？为什么讲电话要整个主持的钱全部拿去打电话？对啊，怎么会那么费钱呢、啊？因为心中的那个他在遥远的那一方。哪一方呢？在香港。哦哦，女朋友是香港人呐、啊？怎么认识的呢？有空可以到芳姐家去喝茶、啊。真的吗？带去给芳姐看一看嘛。对啊，去香港玩的时候认识。你自己也承认了，不关我的事哦。是被你害的、啊。没有。那赵琴，那季晴有些什么特殊的？哎，要讲她的男朋友，你把那个电话簿打开，那个有电话簿那么厚。哎呦，这么厉害啊！讲。那今天我们就你们两个有的拼了，好好都两个都蛮八卦的。来，请就跑步位置。来，先暖身一下。拍戏的时候曾经因为昏睡而误事而闹出新闻的艺人有哪些？来，季晴。季晴，你先开始造型。你会不会？我会。我不会。那个有闹出新闻吗？施文斌。施文斌。对。然后后来是怎么样？因为后来他其实他在那个另外一个摄影棚睡觉啊，睡过头了。对对对。后来人家就把他戏删掉了。我没有说。好，那季晴要加速了。新生代的演员当中，你认为谁最容易忘词笑场？造型。方文琳，方文琳最容易忘词，他最容易笑场，而且他任何戏他都可以笑场，连拍哭戏他都可以笑场。他最厉害的是他笑场的时候，他的眼泪跟鼻涕都可以联系，真厉害！是天气冷嘛，都结冰在上面，还可以联系，鼻涕都可以联系，我鼻子也容易过敏。那忘词的呢？忘词，赵琴嘛，季晴啊，两个人都容易忘词。比较资深一点的演员，谁最容易忘词？好，季晴。那个，我有一次跟那个文善文大哥休息啊。我跟文善文大哥有一次在演刘伯温的时候，他最会忘词。然后演神仙老爸的时候也是，那边又很热，他一直擦，他一直擦，对不起，对不起，再来。然后讲又对不起，就一直忘词，拍了好久，我已经不记得他拍了多少遍了。哦，就是跟着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文帅大哥最容易忘词？多到忘记多少次，哎呀，还是我是跟他合作的时候才讲的。刚刚讲说有一次，智商一讲随便讲了两次。没有，这我不敢讲。那这两位应该都算对的。两位都对，不好意思加速了。哎，有9:30皇后之称的是哪一位？来，赵琴，王淑娟，答对了。来，我反驳，现在也有人说是喜姐，就是喜姐是新就是。新生代的9:30皇后，最新。这个应该都算对哈。对对。那9:30档片酬最高的是哪位演员？来，王淑娟王姐。片酬最高大概多少钱一集？她，最起码也有，最起码有个8-9万喽。哦，是最高的吗？对，目前来说她最高。这资料正确吗？绝对正确，她告诉我。她告诉你了。好，那剧情要加速。我的精神。据你所知，目前9:30档的演员当中，片酬最低的是谁？除了临时演员之外，没有按，你已经按了。你已经按了。最低的是谁啊？那
就只好说是王永尧喽，出卖自己人喽。他多少？因为他是新刚开始嘛，新进演员嘛，这样子，最比较年资稍微少一点这样子。那像你们呢？像我们啊。你妈妈，其实不一定就对了，不一定要看情况。剧情比我高，因为我都跑到那个什么飞机票、电话费，我都没有这方面烦恼。剧情全部都存起来，可他很抠哦。他妈妈说他买一件内裤只花了290块，后面还有一个猪。哎呀，真够八卦了，两位。这一题真的不知道加什么。对对对，好，接下来三台九点半当中演情妇最多次的是谁？来，季晴。希姐，希曼妮。希曼妮答对了，好，赵琴加速。你认为谁演情妇最像？来，季晴。希姐。希曼妮最像。啊，赵琴，你骂人了啊！希姐，你会原谅我。来，赵琴加速。好，你认为三台女演员当中谁最适合演泼辣的角色？那个我记得张玉燕张姐，她有一次一开始她的第一部戏里面，她有一个角色演得非常好，所以她事实上看起来很文静，最适合演泼辣的角色。对，她演得很好，所以是演技好，这样演那种泼辣的很像演技派的。对，就是那部戏她就红了。我告诉你们，其实最像就是季晴，她会演得很泼辣，只是她本身形象好像很文静啊，大家看起来很文静，可是我跟她拍戏之后，我看到她最真实的一面。对，如果说制作单位下次有需要那种很泼辣的角色，找他准没错，而且一定得金钟奖。好特别，帮你，那你不加速都不行了啊！三台女演员当中，哪一位身材最好？季晴，我觉得季姐。齐曼妮，你跟她一起忘过衣服吗？没有，但是我看过，蛮好，凹凸有致，然后又曲线玲珑。就是看她平常穿衣服，有时候会不小心有一点点穿帮，一点点嘛，对。哦，就是由此判断。对，这应该要问我。这么行有经验的。据我知道，什么陈孝萱啊、天心啊，都是新生代里头啊，身材很好的。你是听说的？听谁说的？那老一辈的话，那当然就是方方方姐啊。什么叫老一辈？就是上一辈嘛，上一辈嘛，上一辈也差了杨家。对呀，那就变长辈了。对呀，你这样讲，我不抬头挺胸都不行了。如果剧情需要拍吻戏，你最希望对手是谁？你自己的问题，千万不要客气。拍剧情，因为我们知道剧情最敬业，最近还为了这个戏的剧情需要，还戴那个光头头套。啊，对对对，那个癌症的病患。对啊。最希望跟谁拍吻戏？我最希望跟那个张卫健好了。最喜欢跟张卫健，为什么呢？因为我从以前我就一直很喜欢看他的电影。对，那个可能因为还没有见过面嘛，所以现在还不会害羞这样。不出吻，希望是跟张卫健。哎，那这个我们先给赵琴加个数。对，而且我们会帮你转达给张卫健知道。对，下次张卫健因为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嘛，因为像基本歌星一样，那下次我们帮你撮合一下。对，那你们见个面，彼此认识一下。哎，再搭起友谊的桥梁。让他男朋友怎么办？什么？那你呢？我。其实我之前最想搭的就是叶蕴仪哦，可是她已经结婚了。那现在呢？你不要摧残国家幼苗好不好？都好了，都好，我不很挑的。好，接下来问的是你最不希望的对手是谁？拍吻戏的话，你最不希望跟谁？季晴先。赵晴。为什么？会笑场，太熟了，然后他那个太熟了，反正会尴尬。那赵晴呢？季晴。我谁都可以拍，我跟他一定拍不起来。真的？待会我们试试看好不好？不要。在大陆合作拍戏而传出绯闻的演员有哪些？张庭跟那个。哦，张庭跟谁啊？宋一鸣啊。真的吗？还有。我还有。你再多说一对，我帮你减速，帮你减速。好，真的。说一个减一个。那个陈德容跟宋一鸣有过，真的，在大陆吧？哦，这刚刚他们讲的都是他们自己个人的言论，我们都不太清楚。听说哦，现在最新的是宋一鸣跟杨丽菁，真的？对，哦，是你个人的言论，不敢我们说，我不是第一次听说啊，对对对，好特别，获益良多啊。嗯，在香港从事演艺工作传出恋情的艺人有谁？香港的话就是那个。口碑没按了就只好答了。最后一题了。香港，那
就那个马景涛跟余力好了。马景涛跟余力，好像还有一位男演员也是。男演员，赵婷。赵婷跟谁有啦？赵婷跟谁？我是在还没有去之前就认识，然后我是为了他才去接的。讲讲看是不是同一个嘛？哦，是为了那个女朋友才去接香港的戏，是不是？对啊。哦，那现在交往的情况怎么样呢？什么时候可以告诉我们大家好消息？他很想赶快，他好急哦。好，不过今天两位呢，这个算是真的是这个表现相当的优秀，认识很久啊。今天的这个目前的成绩呢？我们的季晴呢，非常非常的厉害，以两分险胜，恭喜我们的季晴。今天是我们的八卦天后，那赵婷呢以两分赢胜了。说了这么多，我还输吗？你这体力相当不错，对，而且还是跑得很久，蛮有耐力的。不过表现不错，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慢跑鞋要送给你，我们也要谢谢这个赵婷来到节目当中，告诉了我们这么多，谁跟谁在谈恋爱，谁跟谁在谈恋爱。以后再多透露一点消息，让我们知道。对对对，啊，今天谢谢两位，谢谢，也请大家稍等一下欣赏我们的星期天爸爸。不要以貌取人呐。错。安娜哥。东家鸡有不可 ，buy the cover you understand？ 什么的？挂的口罩，挂的口罩，挂现在罩啊！你再给你。CDEEEE 哈，嘿嘿，这我最后一次转型的机会，拜托。你确定了？哎，来来，鸡鸡鸡，老师麻烦起个音，鸡鸡鸡，鸡鸡鸡 ，OK， 好。鸡鸟，对，鸡鸡鸡，高点，高点，鸡，哎，对对对，鸡鸟，哎，你弹的不对呀，啊，再高一点，高一点，高一点，我今天晚上开始现唱，鸡。怎么样啊？老板娘，你是不是被我的歌声吸引？对，我被你的歌声吸引过来骂你啦！你事情不做，你在这边干嘛？不是，我们在店里反正也没有客人嘛，老板娘。哦，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改进一下，我们这店缺特色。对，缺什么特色啊？没有歌手现场演唱，怎么开 pub？ 你讲的没错，可我已经在门口贴了一个海报啦，真歌手。哎呀，我们这店里生意都没有，谁来这边驻唱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内部来找一个最有天赋的人。哎，你这个倒提醒了我，对不对？你这是谁呢？来，就表演我们刚刚唱的那条，来预备。所以我就放眼望去，放眼望去啊，对呀，是我们三个里人里面，我。老板娘，你不要开玩笑，你是老板娘哎，你要负责收钱呐，对不对？那这种卑微的事情就我来唱好了。卑微的事情，那调酒卑微的事情呢？那他，那我来做了。那谁弹琴呢？没有关系，看谁要应征歌手，他就来弹琴就好了。莫名其妙，你做好你的 bartender。哎呦，我们也没有生意。我跟你讲，客人来的时候，你要让他宾至如归的感觉。那我会啊，那我祖传呐。我说没有生意，光是在那边擦杯子。什么说没有生意？哪有生意啊？哎，放眼望去，又看到一个人来啦。啊，你好好照顾。对，好好照顾人家。欢迎光临！哎，你好，你好，哎呀，不敢当，从来没有人跟我握过手。请坐，请坐，请坐，谢谢，谢谢。来来来，请坐，请坐，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请坐，请坐。哎，这位先生喝什么？哎，我是那个青菜啦，看有那个果汁不？啊，果汁啊，果汁。哎，什么喝？什么样的果汁你要喝？果汁都看是不综合果汁啦，哈。没有，哈哈，无，啊无，看有那个汽水无？没有，汽水，啊无，上盖无嘛，那个咖啡。咖啡哦，你好会选的，没有，真的没有。啊，不是点是开价啊，这点这也无啊，点。你说这话就不对了，这位客人，我们来都是让人家宾至如归，你这样会让我失去桃楼。对对对，你点什么我们都有，麻烦你点柳丁汁来试试看。好呀，来你点。好，哎，麻烦你等一下，数一二三才点。好，一、二、三，柳丁汁来了。谢谢。慢用，好不好？不啦，你今天不啦，我是安尼啦，因为我是对吼装卡起来的啦。我全程透早7点外我就起床啊，我坐双层巴士来到家。
来好了，让我们喝，我们来到我们西餐厅来喝饮料。我们哪行的哪行的？我们柳丁汁太出名是不是？不是啦，阿娜、啊，拜托的，我专程客不是要饮这杯啦，嗯，我是要应征夸酒啦。夸酒哦，你刚刚怎么不早讲？害你还坐我们的椅子，还点我们的饮料。等一下，不能吸了。我这杯别的客人还可以喝。过来，过来，我来请客。你叫好不带，叫好。哎，这位先生，哈哈哈，赞。点歌手。歌手的外形最重要的。对啊，我你看看，这次专门去百货了，这百货公司买，我那开几啊差的呢。你看看啊，我们这边呢、哦，这种在台面上的人一表人才不讲，连那种躲在背后的人都长得这么帅，你有没有看到？有有身上还有亮晶晶。对呀、啊，制服还自己花钱做的。有啊，我明白。你搞看，但阮穿这束安尼属于外。好了，不要跟南面，我从来不以貌取人呐、啊。那你会唱什么歌呢？对呀、啊。你刚刚进来唱闽南语歌，我听到了。对呀、啊，啊，我讲啦，东家只有不哦，摆只卡牌 ，understand 啊。啊？什么东西？什么？你讲啥？你讲啥？不要以貌取人呐、啊。啊，哪个？东家基尔不可 buy the cup, you understand? 什么的？好啦，我反正我要来应征歌手啦。你不要好了，你刚刚听你讲英文。对啊，我们这是 pub。对，西洋歌曲会不会唱？很多客人都点唱西洋歌曲。No problem， 好不好？我个没上文呢。哦，老师啊，他最在行啊。你讲歌名。嗯，歌名哦，迄、那个 love。The power of food. Low power of food. 说我们这边的食物很没有力量。不啦，爱情的力量啦。啊，对啊 power of love 啦。哎，你可以就唱唱看。唱唱看。哎，老师拜托，给我弹好气氛呢。我真看这回了呢。真的哟。嘿啦，拜托。老师，可拜托。就这条。你也要弹没？我请过来了。好了。Power of love， 爱情的力量。好好，来。就先生，拍摄你贵姓还没有问。好、哦，我姓陈。陈哦，陈先生啊，拍摄你拄只唱的敢不是？不啦，敢是英文歌曲个。英文改过来迄个台语个，我阿不讲错。还 Power of Love， 爱情的力量。对。结果是闽南语。对啊，没办法。很抱歉，我们是。哈哈，哎，这杯你喝，喝完就可以回去了。什么给他喝？啊、你刚刚这个杯子、啊，这个杯已经放到你桌上了，对不对？你非但没有录用，你还要付这杯柳丁汁的钱。哦，对、啊，现在你又拿了一次，要付两杯。啊，来了嘛，你啦，来过来，我时间。对，你不太适合我们这个，啊、好不好？拍谁？这里吼、哦、小小的打击吼、哦，迄并无虾米呐。哦，会不会、哦、这会不会打击到你的自信心呐、啊？这哦，根本帮阿咧定骨骼，稳达达哦。哎呦，啊、你信心这么坚强、啊？对哇、啊，我讲啦、啊，天无绝人之路啦，嗯、一枝草一点路，对不对？你要去打一条路？我要来高速公路嘞，我倒一条。中孝东路，哈、啊，一枝草一点路。你给我管？你我安尼啦，归去安尼人生海海啊。我吃不醉哦，我甘愿回来阮庄卡啦。啊，也好啦。做什么呢？我最红讲啊，最红讲诶，对吧？比较适合你。啊，都加减懵哭啊，无不怎样，无无无多啊。诶，老师拜托我无啦，好心诶啦，春节一条歌我唱侪。回去了啦，爸，出来，把我唱侪留你下面啦。我真的吗？我伫庄卡变那个只咧，小心哦，趁着我没客人，你要唱赶快唱。安尼诶，老师拜托，听讲有一条歌最轰动啊，讲听讲一条最欢喜就好，你条听到未？我都唔捌听过。你调足硬啊嘛，当然冇冇，冇冇。对呀、啊，孔锵怎么讲？那时候嘛，老红嘛。嗯，冇无，迄个马丹娜、迈克的迄个最衬底，那拢用欢喜就好，你袂记？啊，迄
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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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菜煮了无吃，嫌某相歹看。西边好吃惊人偷，外厝歹摒扫，食甲伤好惊细伢狗，水无地人走。啊，人生短短，无亲像在佚佗，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倒有倒，腹内有啥法宝？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全面唱的歌曲，这个一定是歌路的问题，真的是选歌不对了。早唱这一首进门，我们就高薪伺候了。啊，那个啊，意思我有希望啊，有希望，有希望，可以可以。我跟你讲，你就负责我们这个餐厅礼拜天的驻唱，好不好？我负责礼拜哦，礼拜生意上好，我上来。不是不是不是，老板娘，那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这个店里你唱啊，礼拜一到礼拜六。好了，我几点要上班？随便你爱几点就几点，我们都不营业，我们只礼拜天营业。好，谢谢。你好，你现在有工作了哈？我忘了，拍戏。我跟你讲了，以后没有关系，礼拜天如果你请假，我代班。哎，我歌唱实力也很强的。今天可以庆祝我新同仁加入本公司，好不好？老板娘，我礼拜天公休的。礼拜天公休啊？那礼拜天你最忙啊，我知道。我们这个星期天 pub 完了，你晚上还有事吗？对，后头再交给你，好不好？哎，我跟你讲，庆祝你今天加入本 pub， 我唱首歌送给我们。今天哦，同为歌手，感谢。来，我头一摆听到真侪歌，今天请拜拜。一粒柳枝，到位。我唱礼拜一到礼拜天。邀请。我们下面这样子刮，暗示错误，这点我刮，我一点没动，我来刮一波照哦，我来刮，刮，刮新来照啊，再给，拍摄，老板娘，他礼拜天会不会来上班？你说呢？我想是不会啊。客人被你唱走，来驻唱的歌星也被你唱走，啊，没关系。啊，因为我们店里还有三个人，啊，我礼拜天都有空啊，我可以驻唱。我礼拜天不想来啊，孔先生，你看事情现在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办呢？哎，可是我跟你讲，一定要死马当活马医，不如讲，我们再继续来对 key， 说不定有成功的一天。来，还是先让人家稍后，稍后片刻继续收看星期天爸爸，这是最好的选择。对。林子，苏达钓大鱼，苏达白带鱼，苏达公主鱼，苏达墨鱼，海豚。够了没有啊，浩浩？你已经在家里这样乱排了一下午了，你干什么嘛？没干什么。对呀，你干嘛我呢？对呀。哎呦，还不是今天开班会嘛，然后大家就问说会什么才艺呀，然后每个人都会什么钢琴啦、小提琴啦、萨克斯风啦，通通会，就我就不会，被人家笑嘛。哎呦，这有什么好笑，对不对？人家有才华，你难道没有吗？对不对？外公把你教得这么好，结果你告诉老师你会什么？染发啊啊！那你决定怎么办呢、啊？决定我没决定怎么办，我不知道，看你们咯。可是什么看我？我跟你讲，好好，你这个人呢，毛病就是这样，学什么都三分钟热度。嗯。先前呢，学要唱歌，好不好？唱一唱，学一学，又没事啦，对不对？不要玩了，好难听啊！你现在决定怎么样呢？你妈妈在问。琴都借来啦，当然是学琴啦，成为一代钢琴大师。非常好，可是你妈妈我没钱。妈，你这样啦，你看你那个
肚子那么大都塞的是钱。不是这样说你妈，我告诉你，哎，这方糖啊，这就你不对了。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小孩难得有这么伟大的志向，要支持他嘛。就是嘛，就是。你放心，哎，好好，你想学琴吗？想啊。你要出名吗？很想啊。我跟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哦，琴一万，五千，哎，好，你免开半仙，搁送你一条耳链。哦，就好讲。刚好礼拜六你去手的小拍架，我跟你讲哈，刚好有两个你的朋友啊，他们很厉害哎，很会弹琴哎，是吗？看不出来。不用，来喽，敲门喽，来喽，我来开门。哈，当当当当。今天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的钢琴小公主，我们的音乐小公主，我们的洪云慧小姐。大家好，我是洪云慧。我们音乐小神童作曲一条龙黄韵玲小姐，没看过人也要分个年龄阶层啊，什么叫伯父伯母啊？他叫大婶。嗯，我说大婶。那大婶是叫在哪里？他后面那位外号叫大婶啊。我跟你们讲啊，看你们两个人年纪轻轻啊，料想也不会有什么真功夫，尤其是这个普普啊，讲话最不实在，你不能随便拉两个年轻人就来滥竽充数。现在年头里啊，滥竽充数人最多的。妈，来者是客，你干嘛这样对人？对嘛？哎呦，来者是客，最多就是骗子，到人家家里还装模作样。我们是骗子。好，妹妹，我们走好了。妹妹，骗子。我告诉你，这叫什么？恼羞成怒，被人家揭穿假面具就要走。你要有。姐姐。干什么？千万不要这样认为。虽然我们没有家财万贯，但是我们可有一技在身呢。哦，技在哪里？在这里。四手连弹，吓我一跳，我以为这就是他们来的时候的习惯嘛，就是两串胶。人家是四只手一起弹，很棒的。我还以为他们是祖传俩零哎。竟然这样羞辱我们！有本事那就秀出来，我们看看。好，四手连弹，我们还六爪琴魔了。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从这栋房子盖好以后，从来没有这么有音乐气息过。不用假先了，我们走好了。反正两位大师不要了，提前受徒儿一拜。对对对，教我琴，拜托拜托。这是干什么呢？哎，对你这太没有礼貌，你哎，好歹这个现在知道这两位是大师，你这样太冒昧了，你要先问过人家，请来请来请。我问了，问了。哎，二位大师受我一拜。哎，老爷爷，老爷爷，千万可别这样，你请人家坐吧。好说好说。哎呀，想当年抗战的时候，我要是会弹琴啊，那些人光听我的琴声就给我吓死了，还用得着打仗吗？坐，拜托拜托，帮帮忙，别走啊！我们可以坐这边吗？可以。哎，不好意思，让我踩脏。开玩笑，开玩笑。哎，坐，要不要打电话？可以坐这边吗？不是，坐，当然可以。哎，上座，请上座。现在我确定他们很有才华了。谢谢。我们这个儿子，哎，要拜托他了吗？我们想跟您学琴啊。哎，可以吗？他不错了。拜托，美丽的两位大姐，拜托。外形没有问题的。是啊，弹琴要摸他的肌肉啊，这位老师好。特别哈，不，老师蓝色的，没有，学琴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要有条件，不是随便收学生的。那怎么样条件嘛？这个条件我知道，就是我最欠缺的钱。没有，
钱是不重要，但是呢，还是要必须首要条件就是反应要好，反应要好。那没有问题，好好反应最好。没问题，来来来来来，还快。怎么样？怎么样？你要干嘛？光说就好了，我们还要做一个测验。真的？好测验，我试试看。来来来，我前面，好前。这个测验呢是一个快问快答的测验。哦，再好，快问快答。大家怎么样？爷爷帮你啊，爷爷帮你。好好，你帮我。预备。请问下列哪一项，哪一个动物是水里游的？计时开始，乌鱼，请作答。乌鱼，乌贼，乌鱼子，作答大带鱼，作答白带鱼，作答松鼠鱼，作答木鱼，海豚，作答海象，作答海滩，作答。耶，是不过关。哦，过关了。你知道你过关了？哦，没问题吧？简单，简单，简单。其实我们需要的是要灵巧的反。场的反应以外，还要自己要创作的能力。哇，太棒了，太棒了！哎，刚刚你那个千手观音演的好啊，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啊，这样就可以上课了吗，老师？先坐下来吧，先大家坐下来吧。走。通过第一项条件以后，我们还有第二条件。哎呦，什么条件呢？来呀来呀。第二个条件就是，手要大。大没问题嘛，这大不大？你看大不大？我儿子的手多大？你看，对不对？这样子而已。这样，我生他的时候就是手伸不出来。你没有手指啊？哎呦！对对，这我就是。哎，当初我们家方糖啊，生小孩的时候啊，就是手伸不出来，卡住啊。我们要求他是要当大师，是不是？当大师。大师要当大师。如果当大。随便谈谈这样可以了。如果你要当大师的话，这样恐怕是不行的。啊，这样没关系，老师别急，我们有办法。婆婆，不够大。哎，干嘛？有办法吗？干嘛？你们干什么？孩子为了你的将来。啊！啊！赶快转，赶快转。哎呀，再打没用，手干嘛？没关系。啊！变大了，哇，够大了吧？够大了，好大了，这绝对可以弹一首好钢琴，是吗？是这样子，要等它消肿，好一点了。要不要拔脓呢？老师，这样够了吧？两个条件啊，这样子还不够，当然两个条件是不够的。那怎么办呢？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条件是手痒，手指要灵巧，手指要灵巧。这点我看你这个手肿成这样，很难灵巧了吧？我们走吧。哎，慢着慢着，这个灵巧就很容易，你看，灵巧，灵巧。哎，说完就说完，说，导演啊，还得打击。啊，老师够灵巧了吧？哦、我找到我的新乐趣了。哎呀，我们看他这么努力，看他这么努力，而且这么可怜，这样子一下子还学不来的啦。这个手都很难消肿。不要，我们还是走好了。不要不要，我不敢学，我不敢学了，不要了，我不学，真的。做什么事情都三分钟热度，刚才骂完你。你看我的手这么大呀。你怎么办呢？你不想学了？那我们还是走好了，因为他不学了嘛。不行不行，够了，打扰了，我们先走。不，两位老师，真是不好意思，真的很抱歉，这还是我们这个孩子啊，我们平常没教好，以后呢，学了有耐性，要是有一天还有机会，我们再请二位老师来教，好不好？真的，那当然是荣幸之至。那平常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你们二位的表演呢？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可以啊，我们现在就是要去赶去上节目哎。哦，今天去表演呢？哎呀，国内有哪一个节目这么？音乐水平高，可以请到二位到节目当中表演啊！有啊，就是星期天。我有时候难得就高兴，高兴挡不住。你喊星期天，我还在这是还在笑，因为我刚才看画面很美，哎，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这个现场能够做完美呈现，尤其一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总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提一点事情，而且呢跟时事有关，能够相结合。最近我看那个报纸头版有没有？哇，那个水库都这样干枯了，车子还可以开进去。我想这个台湾啊是一个海岛的地形，那么河川比较短，所以呢要留住这些水是不容易的。越是这样子，我们就越应该在这个岛上珍惜有限的资源。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节省用水。今天提供几个方法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好，你先。哎，我觉得呢，省水的第一个重点就是
不要喝水。那不是干死了吗？难过死了，不是，不能都吃水果啊。没有，我直觉想到的，后来发现办不到嘛。那我就想到一个办得到的，少洗澡。是那有点脏，这不是很脏吗？不讲究卫生啊，那容易生病啊。我说洗澡时间可以短一点，不要在里面整天享受那个，觉得水要放整缸的啦，用盆浴啦。哦，盆浴的话时间也比较长，淋浴时间比较快，而且水量很大。那淋浴呢，时间一定比较短。那即便是淋浴，也希望大家洗干净就好，不要在里面研究这个，研究那个，对不对？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像通常的家庭主妇会洗米嘛，那洗米的水不要倒掉，实际上你可以拿来洗碗，因为洗碗的话，它因为它很具有很好的清洁效果，你就可以不用这个洗碗巾啊，同时兼顾环保。对，如果这个水呢，如果你不洗碗的话，还可以拿去浇花，浇花很营养。浇花之前洗澡，对不对？用洗米水洗澡，洗米水你连肥皂都省下来，说不定可以有。你不如拿洗澡水去洗米好了。现在怎那更难过，真的有妈妈的味道，哎，颜色都差不多。哎，不一定啊，说不定过一阵子哈，科学研究我又发现，说洗米水呢拿来洗澡可以减肥。哎，大家每天你信不信就开始了？对，还有人就是拿着洗米的水去冲马桶啊。啊，这也是好办法。那倒可以。讲到马桶就一定要提醒大家，像那马桶有时候大家上完一次厕所就冲一次水。那一定会用嘛？全家人用。那是不是说要不是？那是说要做记号，上十次冲一次。也不能这样子，就是这样，也不能不冲。所以我们可以在那个马桶那个水箱里面啊，摆一个那个灌了水的保克瓶，或者是摆个砖块。好嘞，这样子可以省掉一些水，够用的水。这倒是真的。放个砖块，这个不错。保特瓶灌完水，对，灌完水放在里面，哎，很实际，减少空间。嗯，那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可以哦，用鱼缸里那个，有时候那个洗鱼缸有没有？是鱼缸那个水伸出来，你也可以去倒马桶啊。只有你家里有养鱼，我没养鱼的，哪来的鱼缸，哪有水？我这不是也是可以的？鱼缸那个很久才换一次水啊，那水也够脏了。可以，如果冲马桶应该没关系吧？对啊，在马桶里面长出绿藻来，那怎么办？那马桶也变鱼缸了，那也不错。你这个构想不错哈，因为不是每一家家户户都有鱼缸。哦，对哦，对不起。想点比较基本的有没有？基本的，那可以拿游泳池的水啊。游泳池的水那个绿，要换水的时候你也可以冲马桶，还可以洗澡。对对对对对，反正哎算了，还是就记得关水龙头就好了，谢谢。对，因为常常妈妈常常很喜欢叮咛儿女啊，你不要乱浪费水啊，要节省水。实际上水龙头如果不关紧的话，滴滴答答滴滴答，一天下来也非常可观。哎，我要决定身体力行，从我自己开始实践这个省水的这个秘诀，少说话就少费口水。哎，免得口水多过差。对，口渴了就会多喝水，所以少讲电话。现在就开始省水。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尿疗法。哎呦，对，完全回收再利用，对你也蛮适合的。为了感激各位常年的合作，我们良好的默契，下礼拜我带整箱来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聊一下。你啊，好了，今天我们就少说点话，让我们大家一块来节约用水，这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不过今天我们更重要要谢谢我们辛苦的董成义舞群，谢谢。也谢谢我们盛大而杰出的华氏大乐队，谢谢。更要谢谢的是您的收看，下礼拜天同一时间别忘了准时收看我们的新天报。